对。三生镇魂鼎，乘上飞机，这家伙的武魂应该是铜皮铁骨的大力神元。看我的，第一魂技，赤翼扎刀。我们来拦住他。第一魂技，霸王。被遮住了。第一魂技，精神探测共享。当精神探测的精神共享同时使用时，就可以将我探测范围内任何事物细微的变化都反映在我所共享的魂师大脑中，从而辅助他们战斗。第二魂技，共享范围，怎么办？我要集中精神，延长探测距离。糟了，精神共享消失，无法观察对手的行动了。60米，80米，94米，突破100米了。他屡次闪开我的攻击，一定是有人在帮他。蓝洛洛，蓝瑟瑟，你们对付王宫，我来解救霍雨浩。鱼武魂融合技，天国帝王。人，他们的头发变得更坚韧，走不动了。天哪，才两方魂师就拥有了武魂融合技，还想躲在旁边捣鬼。观音迷踪，班长没有攻击技能，王东陷入危机。